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聊一聊学音乐或者是说学任何事情的三道。在开始课程之前，请先点个赞哦。好，三道，那就是心道、眼道和手道。这三道是有次序先后的，不能跳步骤或者是反着来，否则成功率很低，徒劳无功。心道也可以说是脑道，指的是意识、正确观念，大白话就是学习的方向。眼道是知识和资讯，手道当然就是执行和练习。我们先来说心道，我们的心和脑当然是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，没有它则不能做任何事情。我们要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也一样，正确的观念才能带领我们往正确的方向出发。方向如果错了，不是徒劳无功，就是枉费心力、金钱和时间。初学音乐的人如果不知道为何而学，该怎么开始，学习的路在哪里，就会像无头苍蝇到处乱窜。有了正确观念之后，才知道如何搜集和筛选对自己有利的资讯，然后进行分析、解析，进而下一步的技巧练习。精确的资讯和方法才能发展出正确有效的练习。这三道各有其精密详细的达成方法，将分别逐一制作影片放在独门秘诀系列里，想参加的小伙伴们请到下面描述栏里 email 我，或者点击课程网页连线看每个月的预告。今天就先聊到这里，如果你还没点赞，请记得点个赞再离开哦，谢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